哎，大家半夜好，哎，这个因为刚刚洗完澡，所以可能有很多朋友已经在睡觉了，没关系，因为明天可能直接回来打的话，就会直接对战，所以我还是先摸一下新手教学，玩个三十分钟，直播个三十分钟再来睡觉。嗯，好，要角色男角跟女角，非常有，我就选男角好了。上次直播的时候是选女角，没有，我知道库尼一定会选女角，所以还是不要太多女角好了。好的，哪里都是个，不是人员啊 ？OK， 发型，好，这个好的，这女的蛮可爱的。好酷哦！要吗？我后来这个刚直播完 PS4 以后，完全连不上库尼，我不知道他到底现在是 offline 在打还是在冲下，跨不？哎，我不管，反正明天就会一起玩了。OK，Yes。OK，Nintendo Presence。哎呀 ，Splatoon 2，开始新手教学。还可以点嘛的嘛的，就这意思。好，我现在用的是这个，Pro 手把哦，所以六轴的话，原则上是操纵方向。对合照准。野喽，发射 ，OK， 不行，应该是，这下，我看我在玩那个前夜祭的内容，应该是差不多的。正面按 Y 可以 reset 方向。OK， 地野喽，会变成套 Q 啊，套 Q 没问题。我满又爬上去。穿过去，哎，上次有跳，是跳过去的，好，把颜色涂掉。OK，突然又不习惯了，这个又要用回六轴，画面晃得好厉害。明天可能再问一下那个库尼，还有其他有玩的朋友，可能有比较好的方式操控。我现在整个人很乱，打爆了，哦下，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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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K，ZL，ZL 是哪个？啊，这个。
哇吼！可以来到 Splatoon 的大厅的感觉。我这是二代跟一代的话有什么样差别？其实我不太清楚，因为一代当初，我跟顾林在卖卡贝的时候有稍微试玩一下，然后我自己有买回来玩没多久，后来就卖掉了。对，但听说其实后续很多朋友都有在玩，就卖太快导致我一代整个跳过的感觉。所以这次有入手的这个 Switch 版的 Splatoon 二代的，看来会多蛮多的朋友会可以一起玩这款游戏哦。反正明天的话直播，有新的朋友可以进来看看哦。那当然，如果要组队打也是 OK 哦，只是我不知道明天的人数到底怎么分配。都分配好的话，如果是可以刚好可以打四打四的话，那也不错。或者是看抽完一组，能够有一队一起去玩也是不错的哈。我们开麦，有哎、欸，有开哦，我看。他妈的，有下！哇，好，章鱼娘以及花枝娘，看起来像唱水母。こんにちは。ハイカラニュースの時間です。今日もハイカラスクエアから片隅からテンタクルズカお届けします。マジで。今日のレギュラーのマッチでステージはここです。あ、そう。まさに私のためにステージだね。先輩、バトル中なのに下まで降りてこないの。どうにかしてください。イーター跟姫、うん。そして、ガッチマッチのステージにはここです。中央にキュンで突破して、ガンガン攻めたら、よいしょ。最後のルートを気をつけないと後ろに取られちゃいますよ。んだまー。はいはい。リーグのマッチのステージはここです。OK。非常に簡単で減らない線のギターじゃん。ちょいかす。先輩、エフェクター、スカロップ、超難念ね。エレクトロニカの最新モデルです。おほう。あ、臨時レースだって。いいだ。読んで読んで。あ、はい。あ、これと臨時新聞。あ、ジュジュジュ。オールマチューナムナイスは謎の主観。まず、それ選漢字多一点。とりあえず、他介紹关卡的一些内容。那个新闻，我记得这是好像可以有两个势力可以选的，那结算出来应该会有一些 bonus。我不知道会选什么队，明天再问库尼还是选哪一队。有个是 Rock 队跟那个努力大哥 Tentacle。有下，好，来到大厅，欢迎来到 High Scotchwell。现在，这是聚集一堆 Splatoon 好友的大街啦。目の前に育ってるのがデカタワー，前面就是一个叫大塔呢，就是会有超高层的 view。可以先到一楼去参加这个战斗，是一个 lobby。Square 的左方的话是有很多在卖东西的店。这个战斗的话是可以让你能够更加的便利，所以会卖很多的武器以及装备咯。但是呢，这个商店店员，一个新来的子，马德古尔店员，如果看你不顺眼的话，是完全不会理你的，要小心哦。啊，错，如果你拿中拿满，里面会有一个比较迷样的建筑物。对，这个的话呢，是可以介绍你做一些打工的工作咯。好，这个话说到这边，那就要继续慢慢去看。这边的话是叫伊卡甲的一个叫做 Amusement 的一个游戏中心。靠近在附近的朋友呢，就可以进行战斗以及协力以及各种
可以玩得很开心的一些好玩有趣的东西哦。那下一个呢？咦，怎么有个人？那边站个，旁边是干嘛的？这人过去找他的。好，马上，首先先前往拉比，就德马迪，也可以做一些设定哦。阿巴特，我调整一下加一楼的感度，加一楼感度我就不要太强了，负二看看，我就觉得过头了。然后这个的话是刚好，试试看 ，Nova。哦，看来服装都没有变哦。这个我是有买那个 Amiibo， 不过我明天这个直播的时候我再来拆封跟大家分享好了，留点东西。魔力啊嘛 ，OK。中央 lobby。卡斯特鲁，上次我们这个跟 Nauta 直播的时候，其实 Lobby 就有开放这个两个队伍对战的功能，所以啊，所以可以买一些道具跟一些装备，还有武器。参加阴天的对战的时候呢，游戏内的 website 会显示玩家的 data 会进行公开哦。Regular match， friend match。所以这个 online lounge， 通过在就常说的 voice chat 哦，这个 online lounge 是可以跟朋友进行 voice chat 的。可是我记得这个要对应手机哦，手机 APP 我有下，来试试看哦。这个 APP， 不知道能不能连哦。先看，スマホから友達を誘ってボイスチャットを楽しもう。ルームを作る。とりあえずプライベートマッチゲームモードスイッチのフレンドファイル交流 OK 我现在应该是没有人了スマホアプリ今オンラインで友達を招待しようできるのプライベートマッチを作ってますし用我的麦克风可以阿古斯勒姆哦，有联动到了，有了就开了一个游戏室了。对，但是应该没有人会进来。我接一下，闹塔好像在直播当中，但是我还是不要花太多时间好了，因为很晚了，搞不好人家要睡觉了。总之这个好像可以联动哦，这样我就变成好像这个叫做什么？好像是我们对语音对聊的功能就可以直接在手机上面去。执行哦，看来是可以的，很像那个就是 LINE 然后直接开没有插耳机麦克风的状态，大概就变这样哦。如果插耳机的话，刚一开的话呢，我自己四组就跑来，可能就用募集中部分去做邀约朋友进来哦。这边我看看 ，Social Network Friend Network Switch Friend User Friend 哦，这边就有不同的选项可以选择你要邀约的朋友，然后进来聊天。可是应该他必须要用 Splatoon 这个 game， 我猜的哦。好，其实还不错。哦，因为他们成本可能比较省，所以就直接没有用把这个聊天的功能做在上面这样。加油意！哦，哪位朋友进来 ？Daddy， 李博啥？こんばんはです。李博さんまだ寝てないですか？こんな時間で。たった一人やな。そうだ。然后我们的日本朋友リボさん、久しぶりです。頑張り焼き。はい。今日はなんかスプラトゥーンの発売日やから一応試しとして30分ぐらいの体験をやってみたいと思います。で、先ほどアプリで何、Nintendo Switch Online っていう機能をそのアプリをNintendo Switch と連動しました。試して成功しましたよ。一応これをボイスチャットにつないでて友達と お話しすることはできるんです、素晴らしい。でも今どこは多分友達はみんな寝てるからやっぱ誘わない方がいいやな。そうですね。 OK
Rebo， 斗阵特工要出ましたら。门禁特工。うまいね。OK、そんじゃちょっと試してみます。レギュラーマッチ、世界中のプレイヤーとナンバリーバトル。違う、俺は普通のノーマルのモードをやりたいと思うね。シャワーズ、ダンチーモス。さすがに人がいっぱいあります。いますね。これゲームセンターって何？これ友達と一緒に遊ぶと踊っていけるっていう。ここか。ちょっと待って。ローカル通信中。オッケー。お、ガチャ。これは毎日ボーナスじゃないですか。登録ボーナスかな。サラモンダウン。プライベートマッチを作る。部屋を探す。まあ、友達とか、ネットワークをつないでるやつと一緒に共同プレイすることができる施設かもしれない。よっしゃ。じゃあちょっと、あちこちに行ってみようか。なんか食べてくる。いらっしゃい。ローブス天ぷらでようこそ。天ぷらじゃん。天ぷら、エビじゃないですか。オッケー。我们店里面有卖很多好吃的，所以这个看你可以干嘛。あいや。チケットは持ってないが、チケットは必要なんだ。没有票，没有票不能玩です。まあいいや、今後はまた来るわ。また来てね。はいはい。ストーリーモードはないですかね。ウスモス。一応カスタマイズはここか。らしいですね。トゥトゥトゥ。リボーさんはオーバーウォッチやってるんですか。今のところもやってる。それも休憩中か。お金ないよ、そう。カスタマイズ変えられない。対戦してコインをもらって服を買うんですかね。もともと乗せてもそうだし。ちょっと待って、ここはどこ。それぞれ違うお店ですから、もうお金持ってない限り何も買えないですね。よし、ワンチャンメバー甘い。あの人消えた。ここか。ストーリーモードか。ストーリーモードっていうか、あのシングルモード。ああ、これいい。よし。あ、そ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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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い出した。想起来了。イカ先生。あ、かわいい。ホタル。あ、インシャオジェ。タコが食っとる。お、タコね、こんにちは。やっぱ来てくれたね。やつ来ないろ。キノコと道からかけてる時から他の人とは違う目にしてると思ってたのよ。大丈夫さんにかなわけなプリアイヤン。あ、めんごめんご、ごめんごめんじゃないですか。私はホタル。あ、いいんですね。塩辛エスのホタルです。何それ、うん、反応なし。寒いです。え、してない。マジでシップズだ。完全不了解ですよ。あ、そう。まあいいや。オッケー。ちょっと助けてもらいたいことがあって、君みたいな子を待ってたんですよ。マジで。アイガースクエアのエネルギー源、あの横転地、ま、ね、ナマズが消えた事件知ってます？知らないですよ。完全不知道。あれ実はタコ軍団ですよ。あ、そう。とりあえず話はスキープします。だから多分特別の軍団とかそういうステージをクリアする人はあるね。意外こうか。お、よろしく。基地を塗りながらと、あ、ね、通り魔、怪しいところを見つけて攻撃して。どこだよ。
遐死落去咯。努力努力。啊，都上过南麻子，王麻子，南麻子噶，鲶鱼。どこにナマズあるんですね。ナマズ、ナリオネギ。ダメだ。え？タコじゃん。ナマズ、ナマズどこだよ。てんてん。换了气球了、嗯。哇、哦！一个 point。我先来一下。对。ナマズがあったっけ？找一下哪里有鲶鱼啊？哎、欸，我问你，電池ナマズ，電池ナマズ足りない，ナマズが必要ですね。いやー、初めてのステージちょっとね、謎ばかりで、完全不知道路で、謎謎。ナマズはどこあるの？好，马上来就立刻卡关，方科。哎，まさかこれか。啊，そうじゃないと思う。自动生成就是把心だけ。好。哇，还会拿那个雨伞挡的，聪明。好，真糟糕，每次一开始就实况，立刻就卡关了，卡得很开心的。哎、欸，往上爬，啊，这不能，没办法喷，因为这只是一个布帘呢。Ink. Okay. Ooh. 鱼之真的有鲶鱼吗？都找不到了。三国の生字。違うや。这关章鱼设定也蛮多的，我看还有章鱼的那种角色，已经不是单纯透抽的。来，哎呀，やばい，卡关です。一个球，有没有办法往上喷呢？路的，不是，无理。好，没关系。找不到的话，我也不是勉强哈。今天的话，存在直播，我已经开始有点倦意了，各位。
但我知道大家目前都在这个梦乡，非常开心的在睡觉。但是我眼皮也开始渐渐觉得越来越沉重，我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好。我天哪！哎呀，ここ行けますかね。出路怎么有办法？太多了，这我是在鬼先生。噔噔，哦吼！上去，我把它干掉。哦吼！哎呀！透过绳子直接穿过去。好，这个阿克已经有点不行了哈，刚好玩到这个地方就差不多哈，这个有点逃开行了。Stage の始めから同じに思ってる。OK。OK。元宵。这游戏居然没有暂停钮，超屌了！記録記錄オプション、携帯モード、テレビモード，哦，它可以瞧就对了，是。なるほど。好吧，这个。今天直播这个半夜直播的是我们的七弹大作战二代哈 ，Spartan 2。我明天的话应该会继续直播哈。那阿克稍微玩玩这个简单的新手教学，供大家做参考。那比较有兴趣的朋友，我觉得就等明天我们正式直播的时候呢，我们再继续聊咯。好，这个感谢大家的收看啊，也希望大家能够有个好梦。我要来去睡觉，我已经快闭起来了。OK。おいさ、リボさんありがとうね。また今度ね、明日実況も続けるので、もしよかったら暇があるとしたら、うちのチャンネルを見てください。来てくださ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それじゃあ、皆さんおやすみです。さあ、ワンアン、バイバイ、バイバイ。